ዳሉ ቻይንኛን በቀላሉ ንግግር ምዕራፍ 20 መንገድ ላይ ቁጥር 1 ልምምድ 请问 图书馆在哪? 图书馆在那边。请问，图书馆在哪？ 图书馆在那边。请问，图书馆在哪？ 图书馆在那边。请问，饭馆在哪？ 饭馆在那边。请问，饭馆。 在哪? 饭馆在那边。请问, 饭馆在哪? 饭馆在那边。 请问，洗手间在哪？ 洗手间在那边。请问，洗手间在哪？ 洗手间在那边。 请问，洗手间在哪？ 洗手间在那边。你在家吗？ 不，我不在家，我在医院。 你在家吗? 不，我不在家，我在医院。你在家吗? 不，我不在家，我在医院。 你住在哪? 我住在Piazza。 你住在哪? 我住在Piazza。 你住在哪? 我住在Piazza。 你去过中国吗? 我没去过中国。 你去过中国吗? 我没去过中国。你去过中国吗?
我没去过中国。你住在酒店吗？不，我住在我朋友家。你住在酒店吗？不，我住在我朋友家。你住在酒店吗？不，我住在我朋友家。你去哪儿？我去买东西。你去哪儿？我去买东西。你去哪儿？我去买东西。